安杰，嘿嘿，我刚刚听你表哥说你在采花椒，我就过来找你。这么热天，跑这里来干嘛呀？因为我想看到你的样子。来，你这么热天还不打把伞啊？我戴着帽子，你打了。这都是你家的吗？不是，别人家的。别人家的？嗯。那你免费？不是免费帮忙是吧？不是免费，一块五一斤啊。很多人过来帮忙。哦，那么啥，来给你打伞，来休息一下吧。那么大人，我给你买来水，上去吧，走。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吧，就这么一点啊。啊、嗯哦，辛苦辛苦，来喝水。哎，我给你领嘛，来。哇，帅哥，你这个一斤多少钱呀、啊？一块五毛。一块五毛，一天有没有三百呀、啊？50块钱都挣不到。50块钱都挣不了，辛苦辛苦。看他们还在采，你看这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地瓜嘛，这个我都知道。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这个熟了就可以吃了，现在还没有熟。好多这里，等熟的时候你过来采。可以。那里还有花，好不好看？好像，嗯，和安杰一样好看。安杰，你知道我昨晚上梦见什么？梦见你谈恋爱了。我谈恋爱，我都没人喜欢，哪里谈恋爱？喜欢你的人多，你却一个喜欢的人都没有吗？其实以前家里人给我安排过相亲，嗯，我不愿意，我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。我觉得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挺好的，养养鸡，喂喂鸭，喂喂猪，嗯。那相亲不是更好吗？我觉得再说家里人也不可能给你找差的呀。是啊，他们追求家庭优越的，所以我也愿意。嗯，对，其实没有物质的感情是最纯洁的，当然婚后物质方面也是很重要的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嘛，对吧，也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是自己喜欢的人肯定是不会幸福快乐的。什么肯定没有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信不信？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。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期待与你见面，因为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开心快乐。你看看这里鱼好多呀。嗯，安杰，别动别动，秀鱼。哎，这还有个石头，你看像不像心形的？对，红色的，好像那个玛瑙。红色。这里啊。嗯。你说什么玛瑙？对啊。这里有玛瑙吗？以前有。以前有。你确定就是玛瑙？你看像不像星星呢？有一点。送给你。送给我。算是我给你的第一件礼物。这个礼物很特别吧，一颗石头，好好保管吧。嗯，安杰，安杰。快呀、啊！我当然快一点，我怕活儿都被你们干完了呀。表哥也在呀。啊啊，对。啊，来，我给你们买来水。你来的正好，这个数字给你，我去买包烟。哦、啊，你去买包烟吗？对对。我有烟，我有烟，我有烟，来。你干不来吧？
我做得了，这个我做得了。你做不了吧？来来。不要这样给我。来，哎，谢谢啊。好，来。哈哈哈，可以可以，安姐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我就试一下嘛，试一下啊，你坐着在那玩，这没事，我试一下，反正我知道的，男人都懂啊啊啊，没事没事，好嘞好嘞，安姐，那你先要不先喝水吧，先喝水，我们买水，休息一下，先喝水。好的。嗯，把豆子给我，我给你丢吧。可以吗？没事，可以，很简单的嘛，把豆子丢进去就行了。嗯，多一点嘛。嗯，拿一再拿一点，差不多了吧？可以，放几个呀？放三个。放三个。嗯嗯。我好看你满头大汗了。没事。你看洒了，洒掉了。嗯。要捡到明天早上了哟，阿姐。不会，很快的。这个不捡到很可惜，要扔掉的话。我倒是希望捡到明天早上呀。也不可能捡到明天早上呀。慢慢剪嘛，这是黑豆子是吧？对，黑豆子美容养颜的，这个吃了对身体好。嗯，有养颜的功效，我看是吧？是真的有吗？有，还真有啊。有的，怪不得你皮肤那么好呀，安姐。我皮肤哪里好啦？皮肤很好。没有。很细腻。咦。干嘛？没事，剪吧，快点剪吧，要不就真的剪到明天早上去了。来，放里面吧。哇，我看你满头大汗的，真是辛苦呀。锄禾日当午，谁知盘中餐。锄禾日当午不是汗滴禾下土吗？哦，对对对对。那，一笔一画诉青春，一撇一捺修温柔，一动一静情无限。一生什么不知道啊。慢一点吧，安姐，下雨了。啊，这休息一下。这儿你休息一下吧。嗯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你拿个东西哇，你哪里搞的呀？这。哇。来吃西瓜。这样切的呀。哈，谢谢。吃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吃那么大一个。啊。哇。你吃吧，你也吃吧。安哲，哎，那么快就下来了？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下来了。哦，行，重不重啊？先放在车里边吧。不重啊。嗯，还有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地瓜了。地瓜？就是上次你看到的那种。哦。现在熟了，我看了。是吗？嗯，我们下去采吧。行，远不远嘛？不远，就在这里，走两步就到了。你开车过来吗？啊，我坐车去。不用坐车是吧？啊，不用。那我就好，行好，我就掉头下来啊。哦。这个熟的，还没熟啊。这个熟了，熟了没有？熟了，这个坏了。嗯，这个是熟的，来，给你。谢谢。甜的是吧？甜的，啊，这里还有。你每天都不用上班吗？我上呀。那我也没见你每天都去上班呀。我不用天天上班的。这么好？还好吧。我觉得你特别优秀。你那么欣赏我呀？是啊。你这么说我还挺高兴，虽然自己都觉得并没那么优秀。所以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，来介绍给你。啥玩意儿？你说了半天，你是想把你闺蜜介绍给我呀？我
我觉得你特别帅，我闺女也特别漂亮哦。其实我今天上来是给你打声招呼，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，要出差。很远吗？还好，在外省，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，并不算远。嗯，好吧，给我吧。嗯，哇，安杰，这里好凉快啊。这个是板栗树。板栗树啊，谁来了？哎，是不是表哥呀？表哥，表哥，老安杰，见了。表哥吗？怎么了，表哥？怎么了，表哥？安杰去山西了。什么？那你就回去吧，再说吧。怎么了？表哥？安杰？等一下，安杰，还有这个给你。